一个牛油果的妊娠膏。今天的妆前用的是这个 CPB 的新版的隔离乳。上我们的神器毛戈平的高光膏，还是用这个遮瑕刷去蘸取，把它涂在你脸上，感觉凹陷的地方。用这个三角形粉扑的皮面去把它给拍开。粉底液用的还是 YSL 的这个粉一白，这粉底液应该是我用的最久的一个粉底液，非常的滋润。去用这种粉扑去上妆，不怎么吃粉，你看这个底妆的均匀度比用那个美妆蛋拍出来的好多了。然后遮瑕我还是用的这个德仙的遮瑕液。上次有姐妹问了我这个遮瑕的小刷子是什么牌，叫毕加索遮瑕刷，这个应该是09号的，是用来遮痘印啊黑眼圈，特别的顺手。这把我这个半永久眉毛给遮一下，然后用一个这种小小的粉扑去把遮瑕给拍开。这粉扑用之前一定要记得给弄湿，然后我们来定个妆，是用野的散粉滚动去蘸取这个粉扑上的就可以了。眉笔这次我用的是这个橘朵的极细眉笔，先把眉毛里的余粉给刷干净。其实你画淡妆的时候，画一个这样平缓的眉毛，就显得你很无害、很无辜。然后用一个染眉膏去把眉毛颜色给弄得浅一点。这样的话，眉毛颜色太重的话就不太搭。今天眼影用的还是这个我平时用的最多的蕾丝盘，眼影就是很淡，用这个肉粉色简单打个底。然后用一个香鱼盘里的这个豆沙色去拉伸一下眼尾，贴着你的睫毛根部，然后轻轻的去扫。用一个这种火苗刷去把眼影给晕染一下，这样就不会显脏。眼线我还是用的这个红棕色的眼线笔，这个眼线笔我真的是太爱了，很顺滑而且速干，就不会晕染。看我一次性买了这么多，足以见得我对它有多么的喜欢。营造一个小鹿眼的感觉。那我们夹一下睫毛，
来点高光，营造出一种水光肌的感觉。嘴唇上也来一点，可以增加你的脸的立体度。口红我们今天用叠涂的方式，一个柔满的09，一个透明唇釉。用纸巾把它给擦掉。这个唇釉有染唇的效果，然后我们再涂一个这种透明的唇油。最后来一个定妆喷雾，定妆喷雾用的是 Colourkey 的这个，很平价，成膜也很快。现在我去换个衣服，戴个美瞳，搭配一下妆容的整体感觉吧。